準備確定六場3200嘅離地短途賽事。三天嘅第二關三門大熱門啊！花園大車，好啦，今日嘅第五季嘅紅心都零零主持傑南生，第六季仲有勁優秀啊！再後面嘅馬大進風雲橙帽綠色三板咁騎嘅，咁啊內欄咧咁啊仲有好準確啦。尾四有新人，呢三英有，仲有尾二灰馬就左右，包尾虎翼時啦。好啦，過曬呢個八八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就及時取勝啦，大外棟老友記啦，中間第三旅遊一哥內欄，第四花園流星，第五威南山仲有勁優秀啊！第六位馬冠騎紅衫嗰只咧就都零零豬，再入邊先有黃衫好準確，橙帽大進風雲，抽到最出咧咁啊有紫色帽嗰只有心人啊！尾三英有，仲有尾二左右紅，包尾虎翼時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。